感谢你们提供我这个机会来介绍我自己。我叫裴卫东，我是多伦多教育局第十二选区的教育委员的候选人。我是一名全科牙医，同时我也是美国植牙协会认证的植牙专家。同时我也是一名老师，当我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双博士以后，我留校做了八年的临床指导老师，所以我对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深有体会。同时我也是一名两个孩子的父亲，我热衷于公益事业。作为复旦大学的校友，复旦大学校友会举行的任何活动我都热情地参与和支持，其中复旦大学三个运动